那个那五天三夜的哈、哦，最新的实验的实验影片，我今天会寄给你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。你这边我加速比较慢，远端调教会比较不好调。我是说，就很怕未来的问题就是。所以我们还是 prefer 这个吊扇都寄到他们去那边调。风扇类很多呢，有那种横流扇。我看多少哈？52号，我调第二顿。好，第二段要加速到120。好，现在差不多了。就在85、90、94、99、108、12、122，好，现在已经到120了。好，再加上去。好，现在到180。好，现在已经到183了哈，我现在要加到240。啊，有点晃一晃，就很容易就失控。晃是很正常的。没有了哈，我刚开始直接启动，我没有一直调。我刚开始直接到240，现在是一步一步。我觉得你应该一步一步就不会有问题。刚刚也没有问题啊。城市还有 bug，这个我看不是 bug，就是说转起来的那个状况，没有，那什么都不统一。没有，那就是 bug，那又本来就不会有统一的时候。我现在大家重新听的时候，一次就到240，好吧？因为马达问题本来就很多。我觉得这个程式是还是顺序是，因为它是开回路嘛，顺序已经照那个顺序这样执行完嘛。除非是外面的状况是不一样的。